不要抓它，就闻一下就好。这个是我们干面呀。哦，是的，好的，闻一下吧。老爷，老爷摸长粉了。被谁拿走了？我拿走没有？你有没有吃你的盘子吗？没有，不是。你的盘子在你肚子里面吗？没有，你看到你的猪爸吗？没有，我爸在我肚子里面。你猪爸在哪里呀？妹妹，你的猪包在哪里呢？